环保肥皂实作模拟。你先报一下字。啊，对。学号跟姓。各位好，我总编是第五组啦哈，那我14号王玉慧。那我今天要介绍那个回锅油做环保肥皂啊哈。首先，我们家庭里面哈，有时候油炸一些东西哈，这个回锅这个油炸的一些油哈，我们不要倒到那个哈排水管里面，不要倒哈，我们给那个这样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啊，污染我们的一些水质啊哈，对环境不好，会产生一些蟑螂啊哈，而且排水管会阻塞，不太好哈，我们就把这个回锅油哈。给它过滤，过滤完后，我们就来给它做成环保肥皂，很好用。对，像我们家庭里面吼，常常那个现在要恢复到以前像那个阿公阿嬷的时代吼，都是用那个肥皂啦哈来洗衣服吼，对我们人体很好，我们不会有没有我不是像那个石化那个清洁剂那吼对人体有害，而且对环境也是好。而且我们吼，如果有富贵手的话吼，用肥皂来洗的话吼，就不会有皮肤病，富贵手就会好起来了。首先我来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些那个器材哈，就是那个不锈钢锅啊，还有勺子，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回锅油，我们给它过滤一下。那个回锅油哈，我们要准备三公斤啊哈，那个水哈，我们要850cc 啊，如果油太稠或是太浓的话，黑的话哈，我们用900cc 啊，还有那个氢氧化钠850克，我们倒过来哈，就要这样打开，放低一点啊，慢慢的给它倒进去。还有要准备那个香精油15cc，还有一些模型啊，我们给它排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做了。我们现在如果戴下口罩哈，戴下手套。要准备一块布在这边啦，我要在通风的地方来做。做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这个氢氧化钠先从这边给它打开，然后放低一点，就给它倒进去，我放一倒。